在苏志远者和琼兰的兄弟姐妹们，你们好，我是朴树。我这两位和全中国人一样很难熬，很压抑。我幸运的是，我没有失去亲人，也没有生病。感谢你们所做的一切，为了武汉，为了湖北，为了这个国家。我想你们像那些在前线的医务工作者一样，在保护着我们每一个人，谢谢你们。愿你们健康平安的回来，休息一下，然后勇敢的面对接下来的生活。